千呼万唤，万豪体系底下亚洲第一间旗舰型福朋喜来登酒店就开在台湾，位于淡水河左岸，有着深刻历史轨迹的巴厘婚。一进大厅就闻到阵阵幽香，这是万豪指定专属的福朋香，清新自然，好搭这边的度假氛围。今天来插旗北台最新的自助餐厅，位于一楼的 The Mesh Kitchen。 等待进场用餐，先来上个网。阿巴特，这里手机讯号怎么这么弱？手机完全没讯号呢，4G 只有一格。来来来，外面公共 WiFi 热点放心连，因为我有 Surfshark VPN 可以阻挡网络派米亚的攻击，保护个人资料，安心上网没烦恼。只要一台订阅就能在无线台设备上使用，一家人要跨区零时差追剧的追剧，要翻墙赚价差网购的网购， Surfshark VPN 让你轻松解开区域限定的枷锁，私隐串流也不用担心被追踪。点选影片下方详细说明栏的连结，使用佩特拉专属折扣代码 PETRA 就可以获得 1.7 折的大优惠，订购2年方案再加送3个月，还有30天免费退款保证，先订再说啦。这边一定要感谢一下 Surfshark VPN 赞助本片播出，有 Surfshark VPN 当后盾，用饭店公用网路马边家。哇，跳高空间，大片采光落地窗，还有随处可见的福朋栏，搭配复古地砖跟灯饰，处处都弥漫着浓浓的度假感。入座后一定是先来看菜咯，先从最外侧，也是这次大获好评的热菜开始啦。皮酥肉馅的英式酥炸鲜鱼排，维拉克里斯风格炖鸭，墨西哥风味酱料有煮进肉里，哇嘎一大肉酱意大利面，超夯的咸蛋起司虾，通通已经开好备了，也是秒杀款的焗烤生蚝，后面陆续上菜。这边铁盘上通通是直火炭烤烤肉，这是羔羊煎包，松板猪和腥味增猪五花，用巴黎柚子入菜的柚香鸡腿，还有牛小排，后面还有新增一个烤鲜鱼，每一种烤肉的配菜都不一样耶。现煮餐台提供鹅啊煎蛋跟虾仁煎蛋，这个烤炉真是太狠了，好香的碳烤味啊。我们今天有撒哈拉的拉格一加一跟台虎的 IPA， 看您要哪一种。这个好吧，那麻烦您就是冰箱帮我拿一个杯子。有烤肉一定要搭配一下在地精酿的啤酒，稍等一下哦。您好。 OK， 谢谢。这边都是他那个果木直火炭烤的烤肉，超香。这个是柚香鸡腿，这个是羊肩肉，这个是牛小排，这个是腥味增烤五花，这个是松板猪，它每一种配菜都不一样哎。还有一个烤鱼现在正在摆盘，它是烤凤梨，哦，真的很有心哦，好香好香，这烤肉真的超香。嘿嘿，先来吃松板猪。不用过多调料，原味加，如果你还想味道就加一点点胡椒盐，超赞。好香哦，那个烤过的肉香就是不一样，腥味跟猪五花哦，咸香咸香。这个烤番茄标准的懒人料理，我在家也会弄一点点橄榄油、香料跟盐，哦，做出来超好吃。烤过很甜，糯米椒，香鬼啊，没香。这个有巴黎的柚子腌制的鸡腿，就是果香啊。烤过的葡萄柚也把它吃掉。最近才刚好有新闻，那个日本初代女大胃王啊，这两天因为大肠癌过世。
吃东西要择食，不要过量，均衡啊。这个是炭烤羔羊肉，嗯，好香哦，哦，光用闻的就闻到这个肉香了，哦，好好吃，超 juicy， 外酥内软，真的真的，没有羊味。马铃薯块，哦，哎，这个马铃薯好好吃哦，外面酥脆酥脆，里面是松软的，好甜好甜。果木直火炭烤牛小排，这看起来搭搭呢。淡薄草灰搭的感觉，外面有点焦了，但还是好香哦。哦，这个沙拉好顺哦，完全不辛辣的那种感觉，好顺口。现切肉台，一个是 Prime 级的炉烤牛背肩，一个是直火炭烤的小牛肋排。要一片还是两片？一片，那厚一点 OK， 深一点可以。深一点可以。对。哇哦，谢谢，可以，谢谢。炉烤牛背肩佐红酒牛肉酱啊，好吃大面，宝贝气呀！啊，这个部位很多筋啊，不能后切，不能后切，不然那个牙口不好的那宝贝就辛苦哎。焗烤生蚝出菜喽！哎，炭烤小牛肋排也出来了，自取吗？哎，这边帮你切。哦，好，羊排。这是牛的哦。哦，牛吗 ？OK。小牛的肋排。哦，小牛肋排，那给我两个好吗？好的。然后牛背先再烤，再等一下。好的，谢谢。喜欢吃大一点吗？我切两个给你。好的。因为这比较小。谢谢。给森给的自己摆盘。小牛肋排，用手摕啦。这时候就要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啊！哦，超级嫩，超级嫩，这个小牛肋排真的有嫩，那骨头那边也烤得酥酥香香的，哦，好赞好赞！这个焗烤生蚝也是秒杀款，一上菜马上就被拿光了，我手机要拿出来的时候，那个餐盘已经空了。海中牛奶，白酱加焗烤。哎，这个不敢吃新鲜生蚝的人，用这个试，美心，规粒杯肉肉很饱满。肉台转角处两款热汤，薄皮辣椒鸡汤和巧达浓汤。对面另一区是白饭，皮 Q 肉嫩的乳猪脚和松露乳肉饭。啊，再来大混战场底家。神仙都放在这个冰箱里，但设计实在不太妙啊，人全挤在这边了。大餐盘在左边，酱料碟在右边，记得先拿，不然又要重排了。假日神仙种类不少，有鲑鱼、黄金鱼软、清烫软丝、熟白虾。左边柜门有尾鱼、旗鱼，一开餐还有生食干贝，末段没补餐了。海螺、九孔鲍鱼、蟹蟹跟牛蹄蟹，酱料也全部放在冰箱下层。这些生鱼片啊、海鲜都放在冷藏柜里面，只有两扇门。然后酱料碟也没有放在一起，可是酱料都会放在最下面，所以我还排完这一轮之后，我还要再重新拿酱料碟再去排队，不然造成其他用餐环境的不好。真的，刚看到那边那个冷藏柜地方，马上就排的耶，有一点混乱，很挤。对，很挤，非常的挤，不太需要再调整一下。虽然放在冷藏柜里面，感觉是有保鲜。Anyway， 有生干贝就给赞啦，放在那边随便你夹。哦，好新鲜，赞赞。只是要再吃第二轮，自己要想办法。嫩西，哦，切的不一定大片呢。哦，很厚实，很有口感，很鲜甜呢。再加一个啤酒，赞啦，这个一定要配啤酒啊。今天这个撒哈拉真的很顺，鲑鱼啊，有味道。哎多，那也加碎片呀，就是我的两个指节小。还需要再
轻轨就是要这样排啦，大家会塞在一起。旁边前面都是中菜们，嫩炒沙茶牛肉，富贵黄焖鸡，酱爆蟹身，巴黎布拉伊炒饭，哇嘎伊西达桑叶炒饭，干锅烧排骨，糖醋鲜鱼，金沙杏鲍菇，季节炒时蔬，还有个煮面吧。桃心和牛牛面，请师傅要一个，不要面汤少的牛肉汤耶，可以客气哦。可以克制，不要面少汤。桃西喜来登五出米的牛肉面，但我不记得他是用和牛耶，巴黎喜来登是用和牛耶，半筋半肉加和牛片底加啊，烫熟了烫熟了烫熟了，哦，很大一块呢，牛筋 QQ， 牛肉很厚实。我记得在淘气喜来登一盒的调理包好像要卖两三百块。汤头很厚，红烧底、啊，喝光光，来换海鲜。但是这次没有拿到干贝，被梭哈了，一颗不剩。新鲜的带壳鲍鱼，内脏自己拿掉。内脏啊，在内脏，加加内脏啊，加一点五味酱。哦，吃到好吃的食物很幸福，很 Q 弹，很爽口，肉质很厚，很有口感。你是直接在那边等他上菜是不是？焗烤生蚝。中菜区前方中岛餐台有蟹肉棒寿司、铁火卷、花寿司、海苔寿司跟豆皮寿司，广式烤鸭、叉烧、油鸡和卤水鹅，搭配葱油、卤水、冰梅酱等，风味再上一层。最旁边一个冰箱很容易被忘掉，有各种美味冷菜，德式洋芋沙拉、鲜虾通心粉沙拉，日式的凉拌小松菜、川味口水鸡，关门请轻放，一直听到砰砰砰的声音啊。另一边上层是熏鸭胸水果沙沙、凉拌海蜇皮、胡麻冷制涮肉沙拉、炙烧鲔鱼尼斯沙拉。这个胡麻冷制涮肉沙拉就是蒜五花肉片，然后沾上胡麻酱。口水鸡，不穿，不会辣。熏鸭胸水果沙沙，好吃，鸭肉很好吃，搭配这个水果酱，酸酸甜甜的，很丰富的口感。这个炙烧鲔鱼尼斯沙拉，鲔鱼炙烧过来，外面这边，这个尼斯沙拉不错，好吃。在旁边冰箱里很容易被忽略。生菜区则是在烤肉区那边，放在冰箱里确实完全锁鲜。烤肉区前面还有冷肉盘、起司盘、各式腌菜和可颂、丹麦各种餐包、欧包等，有面包机可以加热。点点区集中在这里的口字形餐台，有马卡龙、黑森林蛋糕、柠檬塔、巴瑞水果蛋糕、果汁门。这个是装饰品，谢谢。考布雷、菠萝泡芙、抹茶欧培拉，还有马德莲。冰淇淋提供莫凡比家的有六种口味。冰柜的温度刚刚好，很好挖。配料甜筒不能少，然后这边还有一些蛋糕、香草蓝姆慕斯、提拉米苏、
芒果奶酪和马芬。水果们，饮料区，气泡水、糖浆斟酌着加变风味水。茶包是使用喜兰茶的地马。咖啡机来自瑞士的 S300。罐装饮料在最前面，还有超顺口的啤酒。最后要来吃甜点啦！哦，这个咖啡好香啊，超适合配甜点。今天我只拿了柠檬塔 and gummy bear。哦，这柠檬奶油霜有酸，有很香的柠檬味。OK， 是营运正式出错的时机，包括冰箱开启、餐盘摆放、取餐流程跟取餐用具的不顺手等问题，都向餐厅反映啦，这样才能越改越好吗？餐厅外侧是巴黎第一家星巴克，酒足饭饱，在饭店人员的提议下，直上五楼参观一下公共设施。游戏室，哦，风真的大。哇哇，也太美了。作为万豪旗下扶风喜来登的亚洲旗舰店，这边可以饱览270度无敌河景。正式开幕后会有湖畔酒吧，所有住客都能在这边免费享受 Happy Hour。饭店正下方挖出黄金温泉，直接引进每间房间，以及飘着淡淡快木香的大众浴池。哦，它是大众池，然后需要走泳衣，对，然后前面也有儿童池、温水池跟冷水池。在试营运期间，边 run 边调整喽。好啦，今天的吃到饱暨饭店精华导览就到这边啦，我们下回见。See you!